了替世界大学运动会加油打气，台北市政府在十二号举办彩街活动，邀请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以及多个社团参加，总共约有3万多人、1100辆各式车辆参与彩街活动，希望在开赛前传达台湾走出去，世界走进来，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友善精神。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，整场嘉年华彩街活动充分展现全民参与的力量，也象征要代表台北市，代表台湾，要欢迎所有来台北比赛观赛的国际友人。他进一步表示，今年的世大运很特别，因为台湾选手是回家比赛。柯文哲说，过去台湾的选手只能在国外得奖，即使在很辛苦的国际比赛当中得奖，也是在别人的国家，但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回家比赛，各位都是，台北是我的主场，欢迎世界光临，这句口号是靠大家完成的，在这个地方再一次谢谢大家，多谢。将近有400组团队接续从台北空总创新基地出发，除了精心装扮的游行民众外，阵头神将、特技表演以及各国民族舞蹈，也把游行终点台北市府前广场的气氛炒得相当热闹，为的就是要替即将开赛的世大运加油打气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肖兆平采访报道。